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宋雨琦。很多时候因为工作太忙，我的健身计划经常被打断，可是一位智能化的健身教练的出现，让我在家也能得到指导，精准完成一个个健身动作，还能帮助我制定符合自身体质的运动计划。只需要一台电视、一个跳舞毯、一个运动手环，它就能指导我们完成拳击、瑜伽、健身操、普拉提等十几种健身运动。那么，它是如何感知到我们的运动状况，并判断我们的动作是否准确呢？这个小盒子上的摄像头就是智能健身教练的眼睛。从而让我们科学健身。除此之外，我们的智能健身教练还精通拳击教学。当我们对着电视机挥舞拳头，它就会成为我们的陪练，并对我们的出拳路径和力道做出判断，从而给出数据反馈。当然，我们的智能健身教练不仅有严格指导的一面，它还有辅助娱乐的功能。当我们将运动手环的芯片拆下，安装到跳舞毯的接口上，它就化身为跳舞机，让我们在家也能找到健身游戏的乐趣。智能健身教练让我们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，在家就能完成标准的健身动作，达到科学健身的目的。未来，当智能健身教练拥有更强的互动能力，它一定会科学地帮助我们完成更多健身计划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《时尚新科技》，热转印碳化机。怎么才能让主人选择我呢？帮帮我！我身上这件衣服是不是还挺个性的？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嘉璇。你有没有好奇过衣服上的印花图案是怎么做的呢？有没有一个想要自定义衣服图案的心愿呢？今天带大家了解一款可以转印图案设计服饰的工具，走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这台碳化机采用了热转印工艺，将印刷在特种薄膜上的图案放到转印介质上，通过发热板发热，用一定的压力将转印纸和转印介质贴合在一起，
持续若干秒后，转印纸上的图案被持续高热作用印在转印介质上，撕掉薄膜即完成烫画。这一过程就是热转印烫画。你知道为什么烫画机可以在各种材料的表面进行烫画吗？关键在于它底部的发热板。发热板采用特氟龙涂层，防火耐高温的同时还保证了它的不粘性，而且摩擦力小，不会造成转印纸的破损，工作效率更高更安全。热转印烫画机还可以根据不同材质的需求实现三档温度调节，保护转印物品不受伤害。同时，内置的发热芯片能够快速升温，通过微增压加热的方式，让印花图案细腻无痕，层次丰富，色彩鲜艳。衣服放久了，难免会产生褶皱，这时候烫画机还能变身电熨斗。只需轻轻划过褶皱处，就能轻松熨平衣物。除此之外，烫画机还设置了保护装置，开机十分钟不使用即会进行断电保护，搭配防烫透气底座，材质耐高温，使用过程中可临时摆放，底部的散热孔快速散热，从而保护发热板及接触面。热转印烫画机小巧方便，让你将喜欢的图案随心而转，印出属于你自己的专属个性。还等什么？赶快去转印心动的图案，做生活艺术家吧。放心无止境，科技也时尚。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，便携式饮水机。展示科技新创意、新产品、新发明，这里是时尚科技秀，我是叶宝妹。喜欢外出旅游的你，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？想喝热水，却不敢使用酒店的烧水壶，只能苦苦忍耐。别担心，我知道有一款便携式饮水机，可以帮你轻松解决这一难题。便携式饮水机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，只需三步：一、将转接头旋转连接矿泉水瓶；二、将矿泉水瓶倒装入进水口；三、长按两秒解除铜锁。现在我已经安装好了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体验一下吧。台饮水机的加热速度非常快，仅需三秒即可让你喝到热水。其小巧便携式的设计适合办公、旅行、出差等多场景使用。